来来来啊！每个人十个啊，谁也不许多拿啊！好嘞，李子，郭班长啊，咱就光吃馕吗？没点别的啊？给你捂紧羊肉，没有几天就臭了，你也吃不了啊。这馕这个东西，它好几天坏不了。可是馕太硬了，冯娘，艾尔肯大叔说了，你把这个馕啊埋在沙子里边，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嘛，它是又香又酥又软乎。郭班长，你这跟我开玩笑呢？这埋沙子里不全是沙子？怎么？ 那我还埋在泥里边的，那时候也没见你烧吃。快快快，拿着锅一边去！快快！报告团长，部队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小姐，同志们，驻守和田的国民党反动派残部拒绝和平改编，准备负隅顽抗，这严重的威胁着我们。 和平解放新疆的大局，和当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。上级命令我们立即赶赴和田，消灭一切胆敢反抗的敌人。同志们，我们马上就要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了。这是上级首长交给我们的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，也是我们和平解放新疆迈出的第一步。雪山草地我们走过来了，小鬼子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我们挺过来了。 我们可以战胜一切困难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大家有信心，我这个当团长的，那就更有信心了。那下面呢，分配一下任务，部队进入大沙漠以后，分为向导组和大部队。王强，到。你配合阿克大叔作为向导组，在大部队的前面为大部队引路。王强，你们向导组。 就好比我们大部队的指路明灯，我们能不能穿过这个死亡之海，就全看你们的了。团长，政委放心，王强保证完成任务。同志们，都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死亡之海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英雄团就要踏平这个死亡之海。 加把劲儿啊！班长，喝口水吧。不用了。你再不喝也盯不住啊。不渴。得喝一口嘛。不是喝水，你知道吗？执行命令。是。哎，老田啊，老田啊，能挺住吗？没问题啊，老伙计。咱们手里虽然没有芭蕉扇，但是我看出来了。 我这个唐僧政委啊，命里注定要和你这个孙猴子团长，用我们的铁脚板，走出这个火焰山啊！走。艾尔肯大叔，哎，咱们前进的方向没错吧？啊，我先到前面看一下。 如果有片胡杨林，那就对了，就到了塔里巴克风口。您去能行吗？我带上红柳枝，到了之后用燃烧的红柳发信号。这样吧，我去了。正好您在这儿接应一下团长，我按您说的方向走，应该没错。啊，也行。在那儿点一堆火，我们就迈过了第一道坎，往前不远了。如果没找到，就马上回来，我再去找。 好，放心吧。好，你们在这等着我，你们别住尿啊！不许喝水。来，坐一会儿。
那烟是向导组的信号，走过去看看去。走。二位大叔，这咋回事？啊，队长，王排长是为了点燃红柳，为大部队指引方向。谁知道遇上了怪风，让大火烧到了身上。红桥，咱部队刚刚来到新疆，这任务还没完成，你怎么能死呢？你难道忘了吗？咱不是说好的吗？打完这一仗，咱们一起喝庆功酒的吗？老李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别太激动。王强，你生是我们英雄团的人，死是我们英雄团的鬼，你就是到了地底下，也是我们英雄团的英雄。同志们，王强同志是我们英雄团的英雄，他是为了我们胜利到达和田，为我们当向导，牺牲在行军的路上。但是王强同志绝不会白白牺牲。同志们，在我们以后的路上还会遇到更大的危险，更多的困难，但我们绝不会退缩。我们要用自己的双脚征服这片死亡之海。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。咱们是在这地方可以给他起个很大的分，可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它是流动的，而且这地方还有食人蚁。我答应过大家，咱们一起进来，把大家一起带出去。我绝不允许把咱们英雄团一个人留下，咱们就是抬也得把他抬出去。团长，你放心吧，王强是我们的兄弟，大家伙就是挨个抬，要把他抬出这片沙漠，对不对？起来。阿克大叔，哎，这是咋了？我要把王强抬出沙漠。太感谢了，阿克大叔。不用谢。元芳，到。你派四个战士轮流抬着王强，绝不能把他落在这儿。是。大家坚持住！
大爷，跟您打一个事儿啊！啊，您知道英雄团在哪儿吗？我们镇，解放军。别来麦子，别来麦子。打仗的。别来麦子，别来麦子，别来麦子。谢谢啊！哎，问您一下啊，解放军在哪儿？您知道吗？没。一批一批的全倒下，怎么办？要是刘德寿在的话，绝对不会出这种事儿，还指望他们驮装备？你啊，就先别顾着这些罗马了，把人先顾好了再说。倒了好几回了，也没倒出一滴水来，何必呢？这要真有水，我不给你喝，也得先给那些罗马喝。你懂个啥？是，没水，那得有个念想，你得觉得这个水壶里有水，到了休息的地方，就喝它一口，这样。才能走得很远，可是，一滴水都倒不出来，不是更绝望？那倒也是。所以，现在我这念想也破碎了。从地图上看。咱们才走了一半的行程。咱们进入沙漠已经是第八天了。是啊。现在部队的饮用水已经很少了，照这个速度很难按时到达和田。而且罗马已经死了2/3了。团长，急电。念。根据敌情通报，国民党一部拒绝和平改编，企图在和田策动叛乱的行动有可能提前。着你部派出一支先遣分队，强行军务必于3日之内赶到和田制止叛乱。艾肯大叔啊，哎，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有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现在情况非常紧急，我们部队必须在3天之内赶到和田城。如果赶不到的话，后果不敢设想。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带领一个小分队提前赶到那儿，你看行吗？现在只能靠那20峰骆驼了。你有把握吗？肯定行。带进来的这些骆驼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。我是说，在3天之内必须赶到。我早就说过，我能让这些骆驼变成下山的老虎。这骆驼呀，日行100公里，日夜兼程，300公里的路程啊，我估计2天就行。团长，我能做个好向导，准时完成任务。如果完不成任务，
那个叫什么什么庄？军令庄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军令庄，三天到不了和田。团长，我愿意受处罚。快跟他说，军令庄就不用了。我既然能找你来，这说明我充分的相信你。那好，我就回去准备一下吧。大叔，哎，就拜托了。没事，好，我走了。报告团长，电报。念。关于你部战士刘德寿一事，据阿克苏方面讲，其已进入塔克拉玛干三日，此行是受王震司令员命令，携带部分物资追赶你部。完毕。别打扰我，我喝水呢。我现在这壶里边吧，就是一泡泉水，我怎么喝也喝不完，怎么喝也喝不完。这水吧，还挺甜的。哼，还怎么喝都喝不完，这水还有点甜，渴傻了吧你？喂，关长，肖司令来了，什么指示啊？你别说，还真有指示。咱团要抽出一个先遣部队，加速赶往库鲁地区。先遣部队，啥时候？马上啊！团长马上要召集各级干部，宣布这件事儿。先遣队，听见没有？该我郭学成露一手。同志们，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，驻守在和田的国民党一部拒绝和平改编。准备负隅顽抗，所以上级命令我们，在三天之内必须赶到和田，牵制他们，并且予以歼灭。我跟政委呢已经商量好了，准备派一个先遣队，在三日之内必须到达和田。我们准备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一连，你觉得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团长，我有个建议。讲。为了保障能够在三日之内顺利到达和田，我建议。留下部分辎重，还有后勤部队，所以炊事班就不用去了吧？哎哎，为什么呀？怎么都是一个连的，还区别对待呢？老郭，茫茫戈壁沙漠，没饭可做呀。不，那我们绝不会拖后腿的。好了，别争了，我觉得远发说的有道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是。政委，同志们，你们作为我们英雄团的先遣连，这次任务是光荣艰巨的，所以我要求大家一定要按时赶到和田，因为只有按时赶到和田，才是我们这次战斗的保障。老邓，到。远方，把这两壶水带上吧。团长，我们这才一个连，你们在这有这么多人啊，而且我们会先出沙漠，你们比我们更需要水啊。不是让你带上就带上吗？团长，远方，这不是普普通通的两壶水，这是全团对你们先遣连的希望，也是你们先遣连先期到达和田的唯一的一点保障。政委，你们把水都给了我们，你们怎么办呀？张远方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把水带上，我取消你先遣连连长的资格，带上。团长，有情况，有人追过来了，看到沙尘了吗？
一团一团的，肯定还有马匹或者是骆驼，数量不会少的。政委，会不会是阿克松那边出了问题？有可能啊。全团准备战斗！受我是这小子，竟然是这小子。给你算，把他带回去。说了，我就是个混蛋。你处罚我吧，德寿。既然你能够回来，说明你还有幸悔改。你知道，如果那天我追上你会怎么样吗？我知道。知道。我一枪打死你。因为咱们英雄团的兵，从来没有人当过逃兵。团长，你只要不把我刘德寿赶出英雄团，只要能给我留一条命，
你就处罚我吧。处罚的越狠，我这心里头越踏实。坐下。你前头忘掉司令员了？是。我一路追到阿卡苏，那时候咱们大部队已经离开了。德寿，你啊，还真是你啊！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这部队都走了，你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呢？这是我老乡，我跟老乡聊会儿天，你们先走吧。啊，好了，可以说了吧？跟你实话实说吧，我呀，当了逃兵的。你跟我还开玩笑？哪有当逃兵逃到新疆来的？我在甘肃那儿开的小差，给我后悔死了。我这不又追回来了？那就赶快归队，归队就不算逃兵了。我是想归队，这不找不着队伍。我现在在司令员身边工作。要不然这样，我带你去见司令员，他说句话，你就不用担心什么了。王司令员啊？对呀，王震，王司令员。那我哪敢呢？这个我想办法，好吗？走。哎，不，走走。就这样，当天我就简单的收拾了一下，他就带着我去见了王司令。报告。进来。司令员。人来了，嗯，掉队的滋味不好受吧？离开革命队伍大家庭的滋味更不好受吧？非常不好受，司令员。我不是掉队，我是开小差，我当了逃兵。不要老是自己给自己定罪嘛，真正的逃兵是不会和我王胡子面对面的。司令员，我觉得我要发疯了，是不是？你不会的，你走在追赶队伍的路上，就不算脱离革命队伍。革命队伍里的人会有痛苦，但是不会发疯。一个军人，一支军队，痛苦是必须要经历的。经历了，你身上就会背负几样东西。这头一件呢，叫毅力。什么是毅力？就是当人们认为没有希望的时候，你却看到了黑暗尽头的光明，别人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你咬牙坚持了下来。就拿我们部队晋江来说吧，别的同志都是随大部队，而你却是单枪匹马一个人，但你还是咬牙坚持着走到了这里，这就是毅力。这第二件呢，叫勇敢。我们常说要勇于胜利，这有的同志就不理解了，说胜利这个事儿谁不敢啊？但是他们忘了，在我们说的勇于胜利前头，还有一句话，叫勇于牺牲。你只有勇于牺牲了，才能敢于胜利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，还怕胜利吗？司令员，你说的真好。同志，继续往前走吧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
请司令员放心，刘德寿保证完成任务。 在见王司令以前，我死的心都有。但是见了王司令，他跟我谈了一番话，就觉得我又活过来了。但是我心里面清楚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死，我也得追上咱们英雄团。你知道？ 司令员给咱们团里来过电报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团长，你就说吧，什么处分？什么处分我都接受。电报上说，你还是个战士，正带着罗马执行任务。你一定要记住司令员跟你说过的话。但我也相信，你还是我英雄团的兵。是，团长。 团长，我有一个请求，你就把王强交给我吧。现在两个人轮番抬那个担架，太费劲了，而且也影响咱们的行程。那你应该有什么办法？团长，你就别管了。反正这回我刘德寿再也不会掉队了，更不会带着王强一块掉队。你就放心吧。 郭碧波，新军挺累的，实在不行，咱俩轮流看着吧。不用，这沙漠里边白衣多，我怕他再出什么事儿。只有把这王强入了土，我这心才算放下来了。老郭。 大勇，你小子还有脸过来啊？那个，团长让我把王强同志给运出沙漠去。你跟团长说过话了？团长说啥了？大勇，你就别问了。那天团长在，我就没好说你。 你小子跟兄弟们杀过鬼子，打过老蒋，临去新疆的当了个逃兵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小点声啊。德寿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要有什么问题，你跟我们说呀。你说你有什么坎过不去，非得当这个逃兵？你看大家伙都打着光棍呢，就你一个人着急，为了个女人当逃兵，太没出息了，你知道吗？杨大勇。 北郭，到，团长，你们两个人在这湖里那啥呢？我正在严肃批评教育刘德寿同志，他为了个女人当逃兵，太没出息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刘德寿不是逃兵，他是带着上级的指示和补给来这儿的。如果没有他的补给的话，咱们这部队也待不了几天。都给我听好了。 以后谁都不许说“逃兵”这两个字，明白吗？是，啊，还有，把王强同志的遗体交给德寿吧。是。
反正不是你写了，好好反省。王姐，你没打个招呼，怎么就走了呢？啊？你们村儿出来11个当红军的，牺牲了10个，就剩你这一个了。你说你活着的时候，英英武武的，精精神神的，多好啊！这牺牲了吧，这么壮烈，你让人记一辈子呀。不像是我，我也让人记了一辈子。碰见点事儿，就当了逃兵了。哎，你是不知道我这心里得有多后悔啊！王强，以后我再也不离开咱们部队了，再也不离开咱们英雄团了。放心吧。小姐，哎呀，我知道你年纪小，耐力差，累，非常的累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也心疼你啊！你看看咱们现在全团，啊，连人，在马，在骆驼，有一个轻生的吗？有一个舒服的吗？我跟你说呀，一咬牙，一跺脚，咱们就过去了，是不是？没问题啊，你来了啊，好啊，听话啊，起来，哎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好，哎，太好了。哎，老郭，不是您这么大个人，用这么小匹马，你能行吗？能行，那些老马呀，别看经过的事儿多，都干皮条了。你看这马又瘦又小啊，越这种马越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，有我在也累不着他。没问题。没问题，哎，没问题。您确定？没事没事，把王强同志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。你快去，你去忙你的啊。那您慢点啊。啊啊。走，咱走。大叔啊，前面那个烽火台，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？哦，这里是丹利奇奇哥烽火台，再往前不远，我们就可以冲出沙漠了。可以看到人家了，那还有多少距离啊？大概30里吧。30里，前头还有红柳丛吗？除了沙漠，就没有红柳了，全是乱石滩。泪水恍惚了视线。